24号是桃园大溪最盛大的日子。土地堂关圣帝君，已经有120年历史啊。那每年的这个农历6月24号，是关圣帝君的圣诞。那么我们大溪呢，整个大溪还有几乎全区全镇总动员哈，都为关圣帝君的圣诞呢，在庆祝活动。绕境活动当天可不输过年，每年都会为大溪当地吸引上百万信徒加入。因为左先是一个年轻的漫画家，他用左先是原著就本来是20几岁，用年轻的视角来画出对本土对公庙的认同性，我这次是我从来没遇过，就是觉得导演真的很厉害，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个这样的人。因为我自己在画的时候，其实并没有特别想象说，是怎样的一个真实人物，然后但是导演实现了我愿望，把他们变成从2次元变成3次元的这样子。许多年后我才发现，我曾经遗忘了故乡，遗忘了家人，遗忘了曾经许下的约定，而今年我回到了故乡。所以整个大溪人啊，对我们这个普济堂的信仰非常的虔诚哈，还有那个关圣帝君也非常的灵验哈，所以大溪人大大小小所有的事情有什么遇到困难的话，一定会到庆定园来这边请神明来指导他。剧情主题紧扣大溪关帝庙和周边宫庙文化，从中再延伸到人与人之间那复杂巧妙却又深刻的情感连结。轻轻听着春开声，心我无袂惊，其实阮的幸福希望心中家己请。